他刚刚一进来的时候，一秒就控制了所有人的节奏，立刻坐下就访问。因为我们为了要配合他的不一样，我们想了好多的不一样，所以工作人员真的绞尽脑汁。希望大家很期待。再多一点，更多更多。站起来。好可爱。现在我用脑波来控制各位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麻烦按赞、订阅加上分享出去。漂洋过海来看，都可以啊。现在可以。过了百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是因为那个梁静茹跟那个唱的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是，所以还蛮有感触的。还蛮有感触的。然后不过因为后来就被另外一首更有感触的洗掉了。哪一首？就是伯恩的那个台湾。